代表宜兰特色的吉祥物伊比鸭现身2020同万星光乐园，与同万吉祥物们相见欢，还尽情的欢乐跳舞，与小朋友们同欢。好，我们现场的朋友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和我们一起热情的动起来。小朋友看到外表呆萌讨喜的伊比鸭一拥而上，抢着要抱抱，还要跟伊比鸭来拍照，而伊比鸭准备了糖果跟小朋友们来分享。伊比鸭的命名来自大家耳熟能详的儿歌《伊比鸭鸭》，就是开心欢呼的意思。名字结合了宜兰快乐以及樱桃鸭，是透过网络票选以超过10,000票的高人气脱颖而出。糖果哦，就会很聪明哦，跟伊比鸭拿糖果，对，还跟他说伊比鸭谢谢。伊比鸭谢谢。跟伊比鸭这样子第一次见面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好玩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那以后还想要跟伊比鸭见面吗？要。在什么时候？那每天都会来。每天都要来。哇，伊比鸭有没有很可爱？有。哪边可爱？全身都很可爱吗？对。他想不想把它带回家？伊比鸭很可爱，可以抱它睡觉的。伊比鸭头戴樱桃，胸前纹有龟山岛的图样，代表着坚守大自然、对土地的热爱。常常穿着雨鞋出没在宜兰的渔港以及田野乡间巡残醉，穿梭在宜兰各乡镇市收集美食特色及新景点，再前往其他县市以及世界各地，还分享给各国的好朋友，让宜兰各地的物产在伊比亚的关注之下成长茁壮，并把宜兰的好山好水、好食好物、好所在传递到全国以及世界各地。伊比亚宜兰新闻记者徐世民采访报道。